南瓜，你看我穿这身好看吗？好看呐、啊！你看这个紫色配粉色，显得你皮肤好白啊，而且、啊、肚子、啊、屁股、啊、都遮起来了。哦，平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的穿的不错了，就买它吧。可是我觉得怪怪的。哪里怪？怪好看的才是啊。美女，你别听他们的，你穿这个不好看。你要不拿我们这条裤子去试一下吧？哟，老板娘，什么裤子啊？你想着你很想疯了呀？这个裤子还没有闺蜜三分之一肚子大呢，你想勒死她啊？就是啊，我都170斤了，你这个裤子也太小了，我应该穿不上了。就是的。美女，你别听他的，这条裤子可以穿到210斤的，专帮你那个大肚子去试一下吧。真的？嗯。那老板娘都说我能穿了，去试一下吧。你们再等我一下，我很快的。裤子嘛，这个鞋底。你这老板多管闲事啊！呸！老公，哎，老板娘，我老公他们去哪了？你老公他们和你闺蜜先走了，又走了。我试好了，你帮我看一下这条好看吗？好看呀，这条裤子啊还挺适合你的，舒服吗？嗯，我自从长胖到170啊，还从来没有穿过这么舒服的裤子哎，加种加厚的，弹力这么大，主要是我这个肚子都这么多肉了，也全都可以轻松包起来。不过这个裤子的版型这么好，会不会很贵的呀？不贵，才几十块钱啊，这么便宜啊？那行，这一套我都要了，你帮我包起来吧。行，美女，你以后啊一定要多注意一下你老公和你闺蜜，他们两个不简单，一定要好好爱自己。嗯，我知道了，老板娘，谢谢你啊。